王者荣耀爆笑篇。Hello， 大家好，我就是您号称可攻上可一可萌上的温柔美丽善解人意善的搞笑幽默风趣的鱼豆，嘿嘿嘿，豆豆最喜欢的英雄，噔噔噔噔，克隆版首月的朱砂痣了，哈哈哈哈。作为春节新皮肤里面豆豆最喜欢的一款，小伙伴们有什么想说的吗？可以在下方评论留言呢。怎么看怎么帅，老夫的少女心啊！稍等，我先送对面的扁鹊上西天，咱们接着吹，你还能跑，不可能吃我。哎，又来，什么鬼啊？我的天啊！每次关键掉链子，再不老实，一会儿拿锤子给你砸了！哼，气死豆爷了！哎妈，这什么玩意儿？吓我一跳！哎，不打我，难道？那你的人头我就不客气的收下了。这就是对我的弥补吧？我勉强接受吧。咱们接着吹，看看这特效，看看这鸡翅，看看这鸡爪子，看看这鸡腿。不行了。晚上吃烧烤去，红 buff 有人，想逃过我豆豆的法眼，你看果然有人，不慌，区区扁鹊而已，何足挂齿，二技能接大招，没打中，那也不慌呀，一顿小平 A 也教你做人了，而且我还是两个百里，这毒有点疼啊，被你摸完一秒钟，我可是尽力了啊，人头，我杀这个也一样嘛，不就是一个人头嘛，吃我一平 A 死吧，背包又不是我的呀，好气呀、啊，继续推就完事儿了，玩百里克隆就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来兄弟们，咱们一起通灵之术出来吧，朱雀，怎么样，小扁鹊，你服不服啊？嘿，又赢了，怎么就这么强呢？给别人也留点活路嘛，错就错在你们站在了豆爷我的对面吧，哈哈，真是又讨赢了呢。小伙伴们，问题来了，你们新年都得了多少压岁钱呀？豆豆今年惨的不行，压岁钱都花光了，哭哭。还有点个关注，不迷路呀，你们。